好，接下来这首叫做《巫婆塔》。这个巫婆塔，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塔吧，不管是住在塔里，或是塔外，往塔内来看，或许，这也是每一个人，在寻找自由里面的一个安全的方式，啊，所以不管。在塔内还塔外，或是塔内塔外，自由的行走，我想无非就是生命渴望获得一种自主的、自由的，然后可以任意的来飞行。好，好，我不打。谢谢。